61，价钱是68 ，OK。对，只要68而已。对啦，非常优惠哈。哎，基本上很多时候这样子的短裤，这样子的面料啊，都要72，这个只是68而已。棉紧的西装布面料，三个色啊，先看颜色先。我身上这个是 Golden Brown， 这个是 Silvery Gray，OK，Silvery Gray。再来另外一个深色经典色是黑色，其实应该这么说了。它的颜色都是属于裤子的那种基础色，因为它没有那种花俏的颜色。OK， 最小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有去到 XXL 啊，所以所有的尺码的顾客都买得到。OK， 两个显瘦的颜色啊，一个是 Golden Brown 或者是这个黑色，都是显瘦的颜色。近看小细节先啊，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一个 bugger 的款式，它这边有一粒纽扣啊，有一粒纽扣，然后一个 bugger， 这个纽扣有点松了。我们会换回啊 ，OK， 它这边是有一个这样子八哥的款式，这个八哥的款式是不能够拆的，是 attach 在那边腰间一样，它腰间做了比较宽的三层啊，其实它车工是蛮复杂的。这个呢，它一样是它会收腹啊，可是这比起刚才有一些款式来讲，它因为它面料是大弹力啊，所以说我穿起来这个的 M 应该是77，隐藏77，只是说就是说比有一些 M 上来讲。看我是有个很锁腰的是吗？我记得哦，对，它背心身裙啊，它比较锁腰来讲，它也比较贴。你看这个，我拉出去有空间。所以说这裤子 ，OK， 尺码跟我一样，选择 M 是没有问题啊。前提就是说你要接受贴身 ，OK， 就是我穿会比较高一点点，然后说不会勒着、啊。其实它原本就是中高的。对，因为它是中高，所以说不会说勒着不舒服。加上是小 A 版型，所以它穿起来非常的显瘦。然后说这个价钱啊，非常优惠啊，68。这个长度为什么我们长短裤很喜欢？就是说。我们是跟长辈一起住在一起的，还是说就是说做妈妈的，我们的短裤可能太短的话，30加加那些的长度，也就觉得不好看。怎么说？就是说穿起来没这么大气，没这么的大方。这个长度就刚刚好，短裤的长度这个是算出来，就是说很大气，然后是说非常舒服。因为有些人说到膝盖以下，他会觉得好像很热，这个就不会。所以说这些你找的西装面料长短裤，强力推荐 ，OK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纯新。全新的款式，然后就说颜色方面说显瘦的话，肯定是我身上这个黑色。然后我是穿的 M 啊，所以说给那些能接受贴身的，跟着我们提供的尺码腰或者是臀部的，臀部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、啊。对了，腰，你的腰穿到臀部不也很大的问题 ？OK， 能接受贴身腰都个2cm 是可以哈、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是说面料是属于大弹力的西装面料哈，棉紧的西装布面料，有口袋啊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。隐藏拉链是在后面，由上往下拉。基本上这个版型穿起来它很显瘦，是因为它属于一个中高，加上它是小 A 这样子的版型，长度有在那边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顾客很喜欢这个长度？因为不管什么年级层的穿这个长度，整体穿起来不会尴尬，对啦，因为有些太短的话，可能30多啊、30加、40加，穿起来就没有这么适合。这一个的长度是很适合。面料是棉紧，有弹性的置物对了 ，OK， 有口袋。来，我去换灰色给你们看先 ，Silvery Gray，OK、okay。Silvery Gray， 我这次就衬回一个红色的上衣给你们看啊。啊，现在打个 color size 啊 ，MPG 61 ，OK， MPG 61，然后它的颜色有 Black、Golden Brown 跟 Silvery Gray， 还有就是你要的 size，OK、okay。特别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 silvery gray 啊，比较少有哈，可以比较少有。基础色肯定是黑色哈。你发觉每次我们做的那个颜色，很快就产生超过颜色。很惨。以前都没有人用这个颜色的。可是 MPG 61。带着两个色哈，这个款式因为版型很好看，这个新年穿也很适合啊，因为它的长度有在那一边。穿这个是黑色 M 流的 ，OK。基础色的话可以选择黑色哈，这个。新年在家 ，OK， 等顾客等顾客不啦，等 guest 来拜年，又不想穿得太随意，或者是太短，又不想穿得太隆重的话，你就这样子整套配搭吧 ，OK。我这件
basic T 新年款的 ，OK， 衬搭这件裤子，我身上是军官衣柜啊。主播衫那个是比较少有啊，裤子方面主播衫那个是比较少有，穿起来也非常比较时尚的感觉，会是主播身上那个色哈。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，它的版型就是属于一个中高，然后加上小 A， 所以穿起来非常显瘦，加上面料是有弹性的 ，OK。整体想要穿起来比较特殊的颜色，就像刚才助理讲的，带走这个 silvery gray 吧。怎么搭你搭我这一件上衣，新年穿非常好看。搭衣和不搭衣都有它的好看，你这样子穿，直接到搭衣，微微看到的小细节，衬这件裤子在家非常舒服。整体整件啊，上衣加这个裤子啊，穿起来是很舒服的，就对了。OK， 我身上的这个是 silvery gray， 这边这个 bugger 啊是不可以拆的，它的款式来的。OK， 像刚才讲的，它腰间这边它显瘦，是因为它这样子。比较宽的腰把，然后这样子三层，所以我们讲这一件呢，六十八零几是非常划算的。OK， 来，我就换黑色给你们看，这么多的小细节才六十八。OK， 啊，有弹性的。OK， 大弹性啊。OK， 黑色，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啊。如果你不介贴身的话，这一件是可以穿 M size， 因为毕竟这一件的腰是77 ，OK， 基本上77，助理的腰78是没有问题。可是前提是你必须可以接受贴身。想要比较特殊的颜色 ，Silvery Gray， OK， 基础色经典的颜色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黑色 ，OK。所以说主播身上一样啊，他现在是穿的就是黑色经典色黑色。来，你们看我一次啊，这个如果你们是跟助理的尺码的话，能接受腰贴身，可以选择 M 是可以。我是穿的 M size 啊，拉伸是有空间，所以说这个的腰能这给你们那些能接受贴身跟着尺码多个2cm 是可以。然后呢，身高是你穿起来是膝盖以上，就说这是长度是属于一个大气的长度。再去找的这种长啊短裤版的，属于是比较长的短裤的版的，可以选择这一个。这期也是唯一的一个款式，还有跟那个罗马。哦，所以说你要找这个棉紧身面料啊，这个是唯对这一期唯一的一个哈。我是穿 M 啊，跟我的尺码选择 M 就好了哈。助理穿 M， 我穿 S， OK， 三个色，其实应该这么说，三个色都是那种裤子的经典色，只是说这个 Silvery Gray 会比较少见， OK， Silvery Gray Golden Brown， OK， 显瘦的来看起来比较有色彩的是 Golden Brown， 然后经典色比较基础的颜色黑色。白搭的话当然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黑色了 ，OK， 一定是黑色。三个色啊 ，MPG 六十啊 ，MPG 六十一，价钱只是68，怎么搭？直接这样子一套搭，一套这样子搭 ，OK， 新年穿非常适合。我身上的上衣这么多的小细节，也只是59，裤子满满的小细节。上衣可能快速你们看了一次好吗 ？OK， 因为有些人我是OK， 上衣给你们快速的看了一次颜色哈。裤子满满的小细节，也只是68而已。OK， 上衣一共有6个色啊。OK， 来看快速的看颜色先啊。毕竟很多人差 one 是没有进来的，上衣我们快速给你看，这纯新的款式，6个色哈。刚才我 silver， 我 golden brown， 我是衬的白色的这件上衣，上衣的款式 STC36，价钱是59，满满的小细节，还要添加个流苏啊，你看啊，什么？没有，你继续。左右两侧这边啊，前面这样子折折，然后左右两侧一样是有折折，整体它穿起来它就是有那个塑胶袋原理，非常遮肚呢。添加一个流苏，59零级有款式的，平常比较 basic 的都要59，这个这么多的款式59零级。蓝 green， 我身上这个是红啊，看助理身上穿的比较暗的那个是 maroon 啊，再来就是白 ，OK 白 ，magenta， 还有 baby pink， 它所有的颜色。除了白色 ，OK， 其他的颜色都很适合新年穿。怎么取舍的颜色呢？像刚讲的，可能这两个色你就二选一 ，OK， 二选一。不想穿红的，也不想穿粉的，
可是想要新年穿的带走这个轻吧 ，OK， 这个轻比较显瘦的来，比较有新年气氛的，助理身上那个美润啊，我这个比较亮的是红，这个啊、助理的才是美润。可能尺寸方面会觉得为什么？哎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小，因为它这个是有收腰，有胸腰，对，有比较有曲线。其实你上回你看啊，它其实可以到98，只是说穿在我身上你会觉得哎它比较贴，是因为这边它修腰了，所以说它跟那种直筒的那裁剪不一样。一样啊，所以说这个找的训练版的不要错过这一个哈，全新的款式。来，整件没有答应放出来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所以整体你没有穿，没有答应它一样是有那个曲线感 ，OK。STC 36，价钱59，裤子是 MPG 61，价钱是68而已 ，OK。没有，那我就换下一个款，我先来这个哈，这个裙子，你就搭得下去，搭得下去呀、姐，你要拎个啥？对的嘛，来一个 basic 款的连身裙，少有的也是啊，这个厂家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款式，对。啊，款式忘记了 ，SD， 等一下啊 ，SDD 12，价钱是98，记得看了 Part One 想要下单 Part One 的 item 吗、啊？回来这边怕吐留言啊，看不到尺寸的一样啊，回来这边询问。